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明明。这个包装漂亮吧？第一次看这么前卫的这个家电包装，然后在家已经不知不觉的待了有一个多月了。你们待了多久？但是待久了就会发现，今年家里缺个微波炉，明年家里缺个大冰箱，后年家里又缺个炒菜机啊。好了，不扯，今天来开这个大家伙——华凌智能语音空调。本期视频还得从我老祖宗在我家后山种的这些楠木说起啊。几百年了，这些楠木都枝繁叶茂了。来，我家房子就是山脚下那栋啊，夏天睡觉特别凉快，冬来。冬天睡觉也很凉快，所以我今天准备给我爸妈的房间里面装一台空调，因为他们在家里待的时间还是比较长，空调还是需要的。然后对于空调是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啊，这个智能语音是必须要有的，因为我爸是有老花眼，所以不戴眼镜是看不清的，所以语音遥控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很方便的。这个老头还知道，刚刚是华凌空调，就干点比较年轻的嘎脸品牌，可能是灵魂少女。年轻你比较晓得吧？你们一直说我爸很年轻啊，其实我爸是66年的，而且是6月6日，是不是很六？六的三个六，所以这种虚拟偶像他肯定是不太懂的，哦，根本就不懂啊。你吃鱼晓得吗？这个要捂干净。刚刚是邓满人物，这个是姐姐梁兰啊，这是妹妹阮庆啊。哇，里面都是满满的二次元气息啊。然后这个就是里面这个黑科技啊，灵魂贴啊，这个晚点介绍。好了，现在去安装一下这个空调。好了，这个空调已经安装好了，现在我教一下我爸怎么使用这个空调。送二红，周一红，模式的，你按个的模式有自动模式，制热，然后这个是防直吹按钮，如果能按完，对于你来取老人家的新家的，对于你需求很好是吧？所以就按个它键。哎，就是可能给我们摆动，给我自动摆动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蛮好一个，叫共享一个遥控器。小美，小美，你说。开机。本次空调已打开，制冷模式23.5度，自动风。可不零度可以帮我的，可以啊。小美，小美，请吩咐。制冷模式。好了，客厅空调正在为你开始制冷模式。小美，小美。在呢。100度。空调温度目前只支持16到30度，麻烦再确认下。可就有瓦斯的，人工的就最多。反正俺搞的对修来话，搞得可能是巨蛇一样的。小美，小美。你好。太累了。啊，小美，小美，你说太累了。好的，客厅空调正在为您调低温度。呀，就共三楼，可以听时髦了。小美，小美，你好，定时一个小时。好的，正在为您设置一小时后关机。就是有改造女音功能嘛，就是遥控器要给一套的，可以丢光了。确实啊，就比较方便是吧？省得你晚上你还要起来先开灯，然后找遥控器，然后戴眼镜，然后调空调，就会麻烦很多。小美，小美。说明天的天气咋样？南昌市南昌。哎，这个要调一下，定的是南昌，我们是吉安的。1+2+3+4+5+6+7+8+9=多少？答案就是负三。哎，负三，我也算一下。哎呀，你几个七？哎，还真的是负三，而且音响调了个，可以没？小美，小美，请吩咐，来一张广场舞啊！哎，能骂了吗？不是超纲了，小美的教材里好像没有这些。妈，小美，小美，你说，来一首映山红的广场舞。送你一首好听的歌，韩红的映山红。哈哈哈！开心吗？可以走，你在床上跳舞的。反正就是基本上，你想问哪点问题都可以问，比如你带牛粪搞是吧？你也可以。小美，小美，你说，放一首睡眠儿歌。然后看一下这个 NFC 灵魂贴啊，这个还是蛮有创意的，特别对于我们这种机不离身的来讲是个黑科技啊。这个灵魂贴可以绑定一个功能啊，我先绑定一个开机功能，绑定成功。然后现在空调是关着的是吧？然后现在这个灵魂贴就放到茶几这里啊。然后你现在看电视看的差不多是吧？然后你又想进入房间就暖和暖和那种是吧？然后用手机接触一下这个灵魂贴，我就看一下有没有打开来。哇，已经开机了，这个感觉确实是个黑科技啊，也不用打开专门的这个 APP 远程开启是吧，也不用进去遥控开启。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这床头柜这里可以贴一张，这个刚绑定的睡眠模式，然后睡觉的时候触摸一下它，然后现在就是睡眠模式，然后出门处贴一张，绑定这个关机功能，然后早上关空调也不用遥控器啊，你出门的时候直接触摸一下这个灵魂贴，然后就关空调了。这个灵魂贴还是蛮有创意的，哪天谁发明个会洗衣做饭的机器人，然后把这个运营上肯定大卖了。好了，总的来说这个华凌智能语音空调，这个智能语音方面确实很方便啊，不仅对我这种懒人混子来讲，对于我爸妈来讲也是方便很多啊。然后这个空调的灵魂就这个灵魂贴啊，这个确实挺有创意的，而且方便了很多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华凌智能语音空调就测评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三连一下。好了，拜拜。